欢迎颁奖人六月卢彦泽、范少勋、杨梦玲、施博宇。大家好，我是六月。大家好，我是卢彦泽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少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梦玲。大家好，我是施博宇。这是我看过最棒的制作单位，让我可以跟四个小鲜肉一起颁奖。学姐好。不好意思，我念的是金欧女中哎。请问干嘛叫我学姐啊？一定要叫你学姐，因为我们这次入围的越界就是在讲同性之间的情感。那学姐呢，您之前拍的之前演的逆女，则是台湾第一部以同志女同志题材的连续剧。而且逆女还让六月姐拿下了金钟最佳女主角等多项大奖。谢谢，20年前的事情了。所以学姐好。可以不要把我叫得这么的老吗？我今天来这里想要说跟小鲜肉有一些甜美的回忆，结果呢？学姐说要甜美的回忆耶。那就一起来用越界必杀技。不是，重点是我有脚，腿，快点。好，停。师姐，你们现在是最夯的 BL 剧，对不对？大家想要看的是同志之间的感情，所以呢，想要看的是你们亲密。是，学姐。这么亲密的镜头，除了靠演员的演出之外，当然还有摄影师喽。所以现在就让我们看摄影奖入围的有。